个院子里面那个地上，又高人，人大概有几百担里边，这个上面全部都塌了，我这个整个这个这个砖头都掉到地上，然后我们现在让你看加工。你忘了，家里面到处都是碎片，你忘了，你这个是后门的，后门破墙啊，关系搞来的，对，进来很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居民家中的自来水，你看这个还是通的啊。你看，你看我们居民家中这个出台柜子，整个灶具啊都被这个碎玻璃给砸坏了。你看这个居民家中，就你烧的菜还没有吃。你看，八斤不带起火来的，还火来的，你忘？我忘，我就带死了。你看，你忘几斤忘？全部把。